超夯剧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21日迎来完结篇，贾静雯也悄悄现身粉丝活动，提到超好哭的剧情，静雯姐也是超问号，大家怎么会把她跟洪都拉斯配对？而在剧中饰演杀人犯妹妹的陈瑜，爆料自己的哥哥看完戏是这样的反应：我哥他看完那个就是小明被枪决的那一天，他打电话给我，快哭快哭的，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如果没有看这个戏的话，他会觉得。他一定完全是站在被害者家属那边的。一部好的剧就是能带给大家不同醒思，但日前最终结局竟被盗版偷偷爆雷，超可惜。但我有把一些有在我这边留言的爆雷的留言，我赶快把它隐藏掉。他们应该也没想那么多，就只是想说赶快来跟我分享说看完的感觉什么的。对，但我就想说，等大家一起看到之后再说吧。没关系啊，这个戏我觉得看几次都好看，啊、所以可以多看几次。好戏就是要支持正版，大家听到没？不过除了结局走向，大家也纷纷敲碗续集，编剧吕时渊出来给交代啦。目前想法是另开一局，就是跟现在的局完全没有关系，剧名会是一样的。精神，我们以三的距离没有。对了，就是二的距离的续集吧，有职业的概念，但是具体还没有开始做。跪求好戏再一波，解解我们的剧荒之忧。